喂，大家好啊！哇，咁快咧？呢 仙人掌球嘅花，哇就开喎！琴日先至睇到个花冧系嘛？哇，今日就开啦已经，哇真系有太阳咧，哇开得更加靓系嘛？一太阳一出咧，真系嗱，你睇下。系咪好似一个有啲外太空嘅感觉咯？我就觉得唔知你哋点睇咧？你睇嗱，系嘛？好似唔属于地球咁样呢个花嗱，仲有两个冧仔，仲有两个冧仔，咁啊稍后又会啊再长出嚟噶。嗱，你睇啲冧仔系嘛？你唔知以为佢发毛添啊？好似两嚿发毛嘢喺嗰度系嘛？啊，原来佢咧慢慢一路长咧，就会整咗一个花冧系嘛？然后咧就啊长成呢个花系嘛？啊，睇下啦，多角度啊，多角度思考，啊，多角度嚟欣赏呢个仙人掌球嘅花嗱。啊，真係好特別，我覺得好特別。嗱，睇下個花冧，嗱，你睇個花冧咧，哎呀，更加似啲外太空嘅生物，係嘛？你睇下，係嘛？如果咁樣俾你睇啊，你點知係咩？啊，哇！你睇下，都會引咗啲蜜蜂嚟嘅喎。陣間晏啲咧，啲蜜蜂食完早餐咧，可能就過嚟做嘢噶啦，就嚟採蜜，係 嘛？啲蜜蜂都要食早餐嘅，唔知早餐 A、早餐 B 定早餐 C 咧？啊，腿通啊，腿通啊，呢個黃埔蛋啊，滑蛋，OK，好，下次再分享其他。